槽车啊，以一部自行车啊发生了事故啊，啊现场伤者啊有两名，一名为8岁的小朋友啊，一名为2岁的小朋友啊。我们现场到达现场时啊，8岁的小朋友意识清楚啊，啊可以行动自如啊，啊2岁的小朋友啊，我们到达现场时，现场他已经呈现 O 卡状态啊，有瞳孔放大及那个脱肛的情形啊，啊我们那个就在现场啊。其母亲啊，那个迅速的将他送医。